你真的决定要跟他结婚吗？当然啦。我知道你很喜欢他，我跟他从小一起玩到大，我最了解他。他根本就没那么喜欢你，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呢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件事情？烦死了！跟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结婚，你会幸福吗？要你管啊！雅欣哥，雅欣哥，雅欣哥。天啊，雅欣哥，天啊，你也来了。总经理，我本来想找个地方喝酒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哎，雅欣哥，你去哪啊？总经理，你不要走嘛， Angel 今天特地庆祝你们订婚。谁说我要跟他订婚啊？你说什么？算了，当我没说过。李雅欣，你再说一次。算了，你说算了，够了吧？哎，姐，姐，安吉拉，你不要跟我说话！哎，姐，姐，姐，哎。你怎么会在这？宝贝他们约我出来啊。出来玩啊？哼，也是啊，好不容易脱离女佣的生活，是应该出来好好享受一下。不过在你离开之前，有没有把事情做完？你不是说要做晚餐给我吗？先生，我知道今天是我最后一天，我也答应过你要做晚餐，我做了，可是我一直等你都没有回来，所以我就跟朋友去聚一聚啊。我没回来你就可以跟朋友出去吗？有谁当女佣当成像你这样？就算今天是你最后一天，你也应该待在家里等我回来，而不是理由一堆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，就算你是总经理也不应该这样说阳光。齐磊哥算了啦。哼，还齐磊哥嘞，感情真好。我们感情是真的很好，而且我叫他齐磊哥有什么不对吗？是，感情很好。女佣跟司机真是配。说什么？说请你小心一点。喂，齐磊，是你应该说话小心点吧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你对我够凶什么？你欠揍是不是？哎，你这个小太妹，你敢骂我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宝贝，不要理他们，他们都仗着父母有钱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自大狂，完全不知道他们要是没有父母在后面撑腰，就什么都不是。在说什么？哎，姐，不要打了，姐，不要打了，你神经病，姐，冷静点了，姐，不要打了。看，阳光，你没事吧？你所有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好，我现在回去工作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要你还要
阳光，对不起。先生，请问我现在要做什么？你不用担心，你交代的事我会做完才走，请吩咐吧。今天没事，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回去了。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。哥，阳光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怕那家伙要欺负你，所以就跟来了。我没事啦，倒是你没有受伤吧？我还好啦，没事啦，只是觉得很对不起你，没想到你在台湾的最后一个晚上竟然被我搞砸了。你不要这么说，走啊，你陪我回去。好啊。这边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啊。你还好，你来找我哎。其实有时候晚上我自己走这条路都会怕怕的。只能陪你见证爱在毁灭。终于。今天是我最后一天，我也答应过你要做晚餐，我做了，可是我一直等你都没有回来。天燃烧憔悴，以为能换来灿烂的明天。你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好，我现在回去工作，这样可以吗？只能陪你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。先生，这颗属于你的球没办法当面还给你了，那就留给我当成一个美丽的纪念吧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再跟你打一次棒球。先生，
虽然你平常讲话有点毒，但其实你是一个好人。我想我会永远记得你。再见了。从小，我就有一个梦想，